的人痴了，看的人醉了，台上的人不知自己身在戏中，台下的人不知自己身在梦里。你们让敌人哭，他们就得哭；你们让敌人笑，他们就得笑。这世上哪有比唱戏更能摆动人心的活？千金愁之际，二爷这是要做我的戏台子。从今往后，我程凤台就是水月楼的靠山。人道山老板的水云楼，卧虎藏龙，我看其实是藏污纳垢。让了陈凤台知道知道，这北平地界不是他有钱就能耍横的。战争可以把最善良禽兽，二爷，离了戏，伤及了这仨字儿，一文不值。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。唱戏真好，在戏台上站着，我就把打我骂我那些人都给忘了。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是要戏还是要命？要戏。